家人们，你们催了好久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现场视频来了。虽然大家都觉得我连一关都过不去，但是结果真的是震惊了所有人。注意看，这个女生叫小婉，她意外被闺蜜报名了大院重门向前冲。目标是什么？两台冰箱。又意外遭遇了意外。南湘和小雨姑姑都是这个赛道，而我们是这个赛道，她好难。究竟结果如何？让我们看看前方发回的报道。就他们非常想看婉婉落水，所以我给她报了这个名。对，是她给我报的名。对，但是咱们不能落水啊，不能如粉丝所愿。咱们必须努力，不然我们最后还得接受跳水。很遗憾啊，婉婉仅差一步就登顶成功了，我们婉婉后面还有追追，我会带着她这股坚持的毅力继续走下去，这是我的起点，那里就是我的终点，中间没有落水点。是我的起点，那里就是我的终点，中间没有落水点。这是怎么第一关就落水了？那不是还要跟我一起抢大冰箱吗？不仅没拿到大冰箱，还要接受跳水惩罚。家人们说，我明年是不是应该再给追追报个名？